家，我想回家。彼得今天来挑战一日切地瓜，啊，现在人在台中港接近三井奥莱这边的 Seven 这边，我从12点台中嘉义出发，预计要上西滨道路，还要再骑3-4个小时的路程到富贵角。好，那待会见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，好久不见。上次有说过，开心生活，努力赚钱，用力骑车。我想我这次骑车应该是用力过度了。台湾绕圈环岛，每天都有人在骑，但是地瓜却不一定每天有人切。所以我决定要偷偷加入这波切地瓜的队伍。何谓切地瓜？切地瓜就是一半分给你，一半分给他，不要分给我，因为我已经吃完了。一上西滨道路上，老天爷就先狠狠地给我上了一堂震撼教育。西滨风本来就很大，再加上台风刚刚过境，风从四面八方猛推过来，没错，那种推就是一吹过来的风，就是要把你推倒不罢休的风，让我整路只敢维持在80左右骑程。现在3:57，跟我预估的一样，4点到达富贵角。富基渔港灯塔在这边哦。我们来个草蛙喂蟹钓咯，真的假的啊？这边没有路，还没到伊就先迷路啊。我觉得这里很恐怖啊，乌漆嘛黑的嘞。好啊，打拍照打卡一下好了。Lady Go。出发的当天确实天气状况不佳，除了下雨还刮大风起大浓雾，这些都反映在我拍摄的影片当中。如果观众觉得画面声音真的不是很好，彼得在这边先说声抱歉。地上湿湿的，我也不敢骑太快，而且现在又在飘着雨，地上又有树叶。这次除了行车必备的雨衣、补胎工具跟打气机，我还多带了2大瓶的宝特瓶装汽油备用。被抓的汽油的强项啊！还多带了一套衣服跟凉鞋，怕第二天太累没办法直接我马上再骑回家，准备在外面睡饱再回去。哇，这边可以看到台北的夜景，还不错哦。哇，这种盲弯哦，一楼的大灯真的照不清楚啊，当时很恐怖哎，看不到路啊。101甲，哇，没半格了，哇塞。巴拉卡公路。另外，为了保留彼得在骑乘之中的真实感受，所以大部分的画面会使用当下的对话，但也其实是一个人独跑太过无聊，也只好自己对自己讲话聊天。这边有厕所。穿个雨衣了，没办法。刚刚因为偷懒没有先跑去加油，怕在山上真的下不了山，在穿完雨衣之后就赶紧补了不到 100cc 的汽油，顺便偷偷再加了2滴眼泪。还2甲，好啦，小油坑这边我就不进去了啊。现在加个油，加了10公升，
现在继续赶路哈，有点 delay 很多，但是我真正的起点是在家里，我们就是富贵角，骑车出门为了就是要安全回家，起点在台中的家里，终点也是在台中的家里，而不是富贵角到鹅銮鼻灯塔而已，这个只是我一个挑战的过程，加油。这个目标46公里以外，天已经亮了，赶快逃离台北市。这次全程使用 Google 地图导航路线，设定汽车模式，避开收费道路，事先储存好目标地点，每到目标后再重新设定下一个目标。想要挑战的朋友，一定要对每个的起始点到目标点的距离与到达时间，要有一定的基本概念，才有办法顺利完成任务。为了这次的摩托车骑行，彼得还特地去买了一台360相机来拍摄，但是因为还是新手，还不太会使用，所以在旅途当中会为了尝试各个不一样的角度，所以观众们如果看到长长一根又忽然不见，那就是彼得正在调整角度当中，有碍观瞻，敬请见谅。来到北横路口，一开始还侥幸地认为哪来的坏天气，殊不知这是我当天唯一见到太阳的短暂时刻。从一开始的期待兴奋，到中途的沮丧无奈，担心因为天气状况而无法顺利完成这项骑行，庆幸在这趟旅途中未发生任何突发状况跟意外。哇，真漂亮啊！高毅，你这个杂碎！河湾这完全都不一样了啦，哇，那边的路都是湿湿的，也是蛮危险的，还好我自己本身也骑得快。在中横半路中慢慢下起了雨，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，所以找了空空的路边穿起了雨衣，顺便帮摄影机换个电池，插个镜头，调整一下360相机位置。哇，到宜兰了，这边就是宜兰了。名池山庄，哎。
哇，这边起雾了啊，有点看不到路了。难得已经跑到山上了，结果下面的山景都看不到，那怎么骑啊？打双黄灯，再加远灯，再加按喇叭。阿伟看到影就先听到声。哦，天雨路滑。啊，骑到这边来，我觉得我这次的24小时地瓜，我觉得应该没办法完成。如果一整路都在下雨的话，哼，完全看不到。辛苦了，773快到了，等下777停下来一下。我想有看到影片的朋友，如果以后在这根路标拍照，一定会想起彼得。离山还有80公里，哇！我们那边往宜兰哦，啊，是往这边哦。哦，终于下来了，可以冲一下了。太雅路，南阳溪。南山部落欢迎你。加了4.76公升，起浓雾啊，跟刚刚在北仑山上一样起浓雾。这种天气还好呢，不会说很冷，可能我穿一件极度干燥的外套，再加一件雨衣。风已经透不进来，所以就感觉不到会冷，还好是下毛毛雨而已。手啦，手比较冰冷，然后双手都现在都有点抽筋。可法桥，哇，真的是看不到啊！打双黄灯啊，没办法。哇！这种天气之下在施工哎，辛苦了。你看一下这里的路线，哇，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的。我感觉到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。啊，到台中市了呢，我要回家，我想回家，我已经快骑了12小时了。现在眼眶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啊！我的手已经没有知觉了。骑过之后，现在晚上叫我骑，我也 OK 了啦。骑过一次了，就大概知道路是怎么回事了。以前没有骑过北仑，然后南仑也没有骑过啊。觉得这边的路是不会太差啦，至少路都是平的，没有什么坑坑洞洞。我就这样子，翻山越岭，翻山越岭，翻山越岭，哇！你刚刚来刷光，有咩出格啊呢？环山部落，
哇，这边漂亮哦，路又大条又没车。清泉桥，每到一个路标或景点，一定要停下来拍个照片，就像玩电动一样，收集星星。我以为不会下雨了，所以在这里把雨衣脱下来，在这趟路程中，就这样穿脱雨衣之间，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。这边好热闹哦。哇，差一点点哦。对啊。哇。如果几块的就可以过了。好，谢谢，好。哦，可惜哦，差五分钟而已啊。差两分钟。差两分钟。大哥，你要去哪里？这位大哥是刚刚在巴林大桥遇到的车友，算是我在这趟旅途中的贵人，给了我很重要的指示。你玩几天？刚好遇到这次天气很不好哎。大鱼岭这边在管制啊，每整点放行十分钟。我刚刚在那边穿雨衣，穿完之后赶快冲上来，结果到这边的时候1:15，差那五分钟啊，刚好又在下雨，趁这个时间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哥，谢谢啊，有缘再见哦。好，拜拜。这边在做管制工程的道路工程啊，所以都在管制。哦，等了一个小时，现在等到2点。还有3个半小时，不知道能不能冲到塔塔家那边去哦。哦，阿弥陀佛。这次的切地瓜，我个人比喻成就像玩电动游戏一样，每过完一关还有下一关，遇到玩家或 NPC 跟他聊聊天，或许会得到对你有用的情报。像刚刚在大鱼岭管制口遇到的大哥，我就得到了我记得的关键字，那就是台21110K 5:30。7度，五岭只有7度啊！哎呀，冷死我了！哇，五岭啊，又来到五岭了。走吧，赶时间，要停了，应该打算要停了。觉得这次的一日切地瓜应该是没办法完成。因为赶路没办法在五岭拍照收集星星，所以还是停在这个路边拍个照，马上赶路。因为下雨车子又多，所以下山到埔里比想象中的慢了很多。当初做功课要切地瓜时有做笔记，知道有个地方有时间上的管制，结果我完全忘了这件事。在大雨里知道剩下3个半小时要冲到那边时，有点太过勉强，有想过要按暂停直接回台中算了，因为埔里刚好是离台中最近的距离，只要3小时就能到家。但是我都一路走到这边了，放弃的话真的很不甘心，最后想要奋力拼看看。向山游客中。
因为赶路，所以接下来的路程中几乎是没停下来了。就这样一路在下雨中，一边注意路标，一边注意时间。哇，又是人间仙境啊！台十六跟二一共同起点。台二一往新义乡，上山前也要记得把油箱补满。加了7.64，跑18级，这桶油很厉害。觉得哦，骑下去真的是没意义的，这什么地瓜？这个真的管制没办法过去哦，我就不要绕路了，我就要回台中了啦，下次再挑战好了。就这样看着路边指示，一路从90K、100K 到最后110K 路段。来得及，还好、哦。如果南半部都没有管制的话，那就 OK 了，像是一日地瓜可以了。我预估大概半夜2点到鹅銮鼻。这边怎么看不到路的感觉？恐怖哎！到那位大哥给我这个指示，要不然我还在慢慢骑，慢慢骑。112，不可以用远灯啊，远灯反而看不清楚。114K，哇哦，好漂亮哦！原来这里就是会摊方的，不要惊啊！干，因为手机充电孔沾到水汽无法充电，没电的话代表手机就无法导航，也就无法继续，所以在唯一有人的地方停留了一下，帮手机人工呼吸。哇！差点回不了家啦， iPhone 没有办法充电，下雨又起雾，哇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骑。看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完全看不到路啊。在这边是我见过浓雾最夸张的地方，目测可视距离不超过5公尺，一路看着道路中的双黄线前进，而且怕会打滑，还不能压到线。台二一，118K 的地方，时速40啊，然后要骑26公里，阿里山。
山塔塔家，这就是新中横。新中横路段真的算是我在切地瓜过程中，算是我个人的大魔王关卡，心理压力层面，老实说，有点大。只要不要有雾，我都可以骑很快，就是有雾我就没办法，看不到路啊，开远灯更是完全看不到。现在6点多啦，天黑的跟什么一样。哦，手又在抽筋了，太冷了啦。可是没有河湾山那时候冷，那时候7度。有几度因为晃神，原来是我晃神。因为开远灯时的路标反光，看成是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站在路旁边。可惜了，这白天的风景应该会很好，晚上乌漆嘛黑都看不到。台21137K， 我一直想象说我半夜骑在山路上这种感觉多可怕，我都不太想要来啊。结果今天我真的出现在山路上面了，哇，我怎么这么敢啊？哪里来的勇气？哪里来的胆量？哎，不计数。连这里我也听到怪声音，简直落荒而逃。不要惊死，赶快听首歌压压惊。哎，你好。哇，这么晚？对呀。我在餐厅那边用我的手机停留几分钟。7点了，到了你就不能过去了。七点就完全锁起来啊？就7点我就上手了。哎，你就走了啊？对。哦，是哦。哦，你们真的，我说现在才上来。啊，5点半管制嘛，有没有？草坪岛那边有没有？啊，可是那时候门还没关呢。对啊，你上来还没关嘛。哎。哦，你说我在中间停留太久了啦。哦，拍谁拍谁？啊，大哥阿彪处理都无管制的呀吼。都没有了。好、哦、好。后面还没有。后面没看到人了。啊？后面没有人了。我是说你没有车队的哈、哦。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哎、啊，谢谢。以后走这条路你要记得7点就上手了，我都走掉了。5点半管制，7点上锁。对。OK， 好后、哦，谢谢。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，我现在停在塔塔家这边的公厕，这里有很多露营车在这边露营呢。今天礼拜一还那么多车子在这边露营，你看这里停一整排停车格都停满了。现在没下雨了，下毛毛雨而已，可是地上都是湿的，赶快往下一站阿里山了，要不然等一下来不及啊。哇，一整排的车子耶。这是要去看日出的吧，然后就干脆睡在车上。不要没起雾吼，再骑都很快啊，看不到路，这样骑又骑不快。刚刚就是一直要找这个牌坊啊，找不到，现在终于找到了哈，玉山国家公园。好，那走吧。18就是阿里山公路吗？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开始在晃神了。不知道能不能撑到垦丁。
现在来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那休息一下，我喝杯热咖啡，太冷了。嗨，我是彼得，我现在停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我要停在 Seven 这边买个喝个热咖啡。哇，现在时间7:30，行程严重 delay， 可是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来得及在24小时以内完成一日地瓜的任务。刚刚在那个新中横那边，整个山区都起雾又下雨啊，时速都只能骑20-30而已，差点被关在里面出不来。哦，今天的地瓜有够硬，超硬的，真难啃，真难下咽。啊，休息一下。等一下继续赶路，下一站要往哪里？骑到黄屋了，忘记了。啊，看影片就知道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终于拨云见日，心情也轻松了许多。虽然都没有车，但是因为地上也都还是湿的，所以还是不敢骑太快。乌龙我桥，我桥。好，好，长时间握这个油门握把，让我整个手都抽筋，拿钱都拿不出来，手一直抽筋哎，很痛哎，然后怎么握油门？继续。阿里山公路有这么长吗？应该不是了吧？嘉义129便到龙美。哇，又是这种路。哦，我想一下。现在很讨厌呢，老实说有点抗拒再走上起雾的路线。哦，烦死了，头都洗了，不又不能不洗啊。你山路没关系，你不要起雾哦，起雾我都看不到路哦，怎么起怎么冲。有想要绕别条路到屏东，但是这样就不算是完整的切地瓜，所以还是硬上了。嗯，现在8:40，这是永无止境的山路吧？不要起雾就好了，包括连你下雨我都没关系，你就是不要起雾，我起雾都看不到路啊，看不到路很危险。道路只能慢慢骑。你看，这边白天应该也是风景迷人，
三枚，龙眉之后就三枚。不过导航哦，到了晚上都会变笨，反应都会变慢。哦，好，才刚刚讲完而已，呜呜就出来了，已经八码了，要怎么骑？三美村落。三美大桥。现在终于来到，应该是接近高雄这边的达纳伊谷自然生态公园。这边就是完全就是原住民部落，这边也一样，暗暗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好，赶快离开吧。跟着那台车走。我以为你要带路嘞。哇，那心情一直卡拉 OK 耶。我想说怎么会有声音？又是水泥地，哈喽。现在来到这个不知道什么部落，意外看到这边有一个 Seven 的贩卖机，你看，路走路，哦，我的链条需要清洁了，救救救！哇，这边怎么那么有特色？可以借我拍照吗？哎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太晚了，不要走了。我要去俄兰比灯塔。不行，我要先去完才可以回家哎。好，谢谢哦，要走了，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呵呵。上面的路很烂哦。好。继续往下一趟，青山产业道路解锁。哇，这里就是魔王关卡啊。
总算见识到了、啊、这一段，哇！哦哦哦哦哦！老外的丢，当做你只蹦蹦船了、啊。这路段其实真的还好，跟新中横几十公里的路段比起来，这边只不过100公尺，称不上魔王啦。我还以为是传说中的鬼打墙，但真的不是。这边的便巧真的有点多啊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巧，因为旁边的景色我完全看不到。哇，这是什么吊桥？哎呦！8公里啊，是吗？小林桥，那不就代表小林村在这里？哦，又是山路了，要修嘞！啊，吓一跳，又来到产业道路了。山路真的骑到超崩溃，真是天黑黑心灰灰。就这样从达那一谷一路经过甲仙来到六龟，本来跟人约了六龟区公所面交，最后来到老龙门市。在这边替摄影机换个位置拍摄，结果角度没弄好，所以画面都没办法照到路面，也跟大家说声拍给哈。也还好这边是平地了，没有挑战性，所以就从185线道一路冲到垦丁。185线道有经过老家，所以也有绕过去看看，也在这里把时间争取了一些回来。来到恒春，洛杉峰的威力真不是盖的，简直比西滨的侧峰还强还恐怖。因为整天没有吃东西，加上已超过30个小时没有睡觉，体力与精神有点没办法抵抗强风，有几次差点被吹到倒车，最后慢慢龟速走在恒春的慢车道，慢慢骑到鹅銮鼻，做个简单的终点 ending 后，
从大鱼岭管制口就穿上的雨衣，到了这边才脱下来，整个人就像是如释重负一样，紧绷的状态才算是解除。本来想要在小七吃个便当之后再骑六小时的路程回台中，但是因为西滨的侧风让我打消念头，就要趴在桌上眯了三小时。我现在人在鹅銮鼻灯塔旁边的 Seven， 今天切地瓜行程一整天都没事，因为我怕吃了会很想睡。今天有一只地瓜成功，谢谢大家。嘿嘿，结果我还是又跑回来这个地方了，因为昨天晚上来的时候，本来我知道有这个门有打开可以进去，可是里面太暗了，里面很多只野狗，怕会有危险，所以我就没有过来。所以为了对观众有个交代，我还是进去里面看一下好了。啊，灯塔在这里而已啦，走进来很快就到了。好，彼得到此一游，灯塔，拜拜。这次的切地瓜日期等待了一个多月，选择不吃蛋糕改吃地瓜，让我在还不算老的年纪还能有疯狂而且热血的冲动，可以让我增添一段有成就感的回忆。最后是心得感想，彼得认为这条路线比绕圈环岛好玩很多，但是危险性也高很多，独跑一定 OK， 甚至白牌也可以达成，但绝对不轻松，唯一限制的条件就是天气因素，遇到彼得这样的天气条件就别出门了，因为山路永远都在。最后，夜骑塔塔家是不良示范，请大家勿以身试为。这不是违法问题，而是危险的问题，跟大家警惕之。在这边建议规划个三天切地瓜，白天跑可以看迷人的景色，晚上休息住特色民宿。彼得这次24奈山路都是夜跑，而且起大浓雾，所以我绝对会再规划一次，来一趟三天之旅。观众有没有发现，影片看着看着，就好像自己也跟着切了地瓜，感受到天气的险峻环境呢？下雨时，画面会有水珠；起雾了，画面会模糊；刮大风了，还有刺耳的风切声。再看一遍，您会发现，我不是独跑，彼得正在带你一起切地瓜。影片分享到这，谢谢大家观赏。虽然影片久久才出一次，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鼓励。那就下一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